起来的话有显瘦效果，大概瘦三公斤。瘦三公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姐妹大小事，我是 Chris。嗨，我是雅和。嗨，大家好。Johnny， 是一个女子团体概念，你知道吗？大什么困扰？就是你走路看不到路，这样很危险，吃饭的时候觉得很重，把它放上去。对，现在你在运动的时候，因为它太重了，所以它会讲比较重。平常你考虑累一个点会是什么？它够不够包覆？然后它的肩带会不会勒我，累得很不舒服？够柔软，还有美观度。要见很多大尺码也有这种诉求，大尺码的那一些真的非常非常难买，要很合身，又要够装，然后要美观，要舒适，对，要高，这太难了。我的命定那一道在哪里？想要的这个某某都会。对，所以你们要来推荐找安妞。材质就超舒服，外形是超美，软钢圈，你看它那个钢圈是巨软的。像我们大尺码，我其实没有很喜欢穿有钢圈的内衣，但是钢圈真的是很棒。它这边的侧边的胶骨，它是双胶骨，肉肉就会比较在前面，不会溢出来外面。大尺码的妹子都会希望旁边包一点。对，肩带这边侧边真的很包，这件穿起来肩带这边是几乎是没有什么负担的，所以你不会觉得穿一整天都是背痛的。肩带都做更加宽。那它有很多颜色，然后尺寸也是夸张的多 ，A 到 I 都有。它很贴心，它有附一个背扣。对，有时候你从肩起来，肩好比较紧，扣一下背扣。哎，很厉害耶！这件日常穿真的超棒的。平常我们在网上爬文，然后看到很多人都会误解 Q 某某，以为 Q 某某只是小尺码，然后爆好看而已。但其实不是，其实我们大尺码做的非常好，肩带都有加宽啊，然后背带什么全部都是全新的一个版型。集中爆乳只是基本，就是我们很多款式旁边都做的非常的包覆。现在身上穿这件是从那里包到这边的。那我们是最新的芬妮万人迷，乐芬妮系列的其中一员。它有几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侧边特别的包，肩带这边是做三相拉力，更稳，大胸部又更用力。没错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弹力网纱，它把胸部整个完整的撑起来，让你的韧带比较不容易受伤。因为其实胸部很大的话，这边很酸，这边其实韧带都是会拉伤。对，张咪一定完全能够理解。真的，我觉得我太贴心了，我的心声。侧边这个很厉害，这个材质是无痕的，无痕的背就不会勒出一层的，它就是服贴着你的背。材质拼接的很漂亮，它这边是提花，很美，很美。白色里面是粉红，对，会以为里面没有。男生最爱若隐若现，胶条两条让你胸部全部都是铺到，很稳定。它很包覆又无痕，真的太棒。我想请问两位搭档有没有就是无钢圈，然后又很包覆又很支撑的内衣？有这一款东西吗？有，真假的？这个灰肉肉，它是完全是无钢圈，旅行啊、外出啊，你整片卷起来带出去都没有问题，很方便。跟一般的内衣的磨背不一样，它是做三片剪接的，它是用棉去接的，所以它力度是很好，穿起来的话有显瘦效果，大概瘦三公斤。瘦三公斤，原来是买的吧？网纱是我超级喜欢的，它就会让腋下这边很舒服，不会觉得被掐住一整天。那个蕾丝很漂亮，是一类型的感觉。背扣是反包边背扣，它是没有接缝，它是直接包进去，所以它舒适感非常好。大尺码的女生如果看到两条肩，她会很害怕，因为很担心压到你的肩膀，对，会很勒。它是两条肩带接一条肩带接在一起，细节网也是立体型。这个地方是在你的肩膀，所以这里很多种。刚刚介绍的那几款都是比较属于舒适棉感的，那有没有像我们棉花糖女孩可以穿的性感衣？当然有啊，它叫做拉紧包，一拉起来就让你觉得非常的爆。它全部都是蕾丝，而且它是睫毛蕾丝，睫毛蕾丝就有一种莫名的性感，高贵的感觉，很范式的感觉。对，其实它的杯型已经非常没错，但如果想要更爆的话，你就拉再更拉，就更厉害。它侧边做很高，然后再做这个双拉提肩带，它可以把肉肉全部都收进去，然后拉得很稳。这很像那种马甲绑住，然后你要多爆就有多爆。它的背带跟一般的设计师比较不一样，它是有一点造型感的。肩带是超细纤维，它所以摸起来是非常舒服，不会刮你的肉，有点像那个水蜜桃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大
尺寸的人，其实肩膀的这个负荷很大，对，所以肩带它的舒适度真的非常重要，不要小看这个细节。你刚刚发现一件很厉害的地方，这么漂亮的内搭是全套这么华丽，然后又可以包覆的这么机能，超级厉害，穿这个会上女性的大发，就是又性感又可爱，就是这一款。